风景照搭配用红字写的金山银山，健康才是最美的靠山。写实的底图加上又大又简洁的经典文字，跟一般的卡哇伊贴图不同，长辈图特色就是看起来简单，风格鲜明。不少年轻人几乎一天到晚都会收到长辈传来的类似分享图片，这些源源不绝的长辈贴图到底从哪里来？不是，你要点三角形。你要把它改回白色。社区教学教室里有不少长辈学员在向老师请教电脑应用问题，为了让长辈们跟上科技步伐，有越来越多电脑教学班开课，学习的人也多，而其中又以美工软体课程最夯，几乎场场爆满。原来这里就是长辈图的发源地之一。贴图比较有趣。对啊，然后你要自己有相片啊，然后去找相片出来贴，自己找时间，自己那个打发时间。这手机的话，就是小孩都已经买给他，他就不得不用这样，所以他一定要去学。不少长辈呢，学做这个长辈图呢，其实就是用免费的修图软体来制作，因为它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容易上手。只要放上风景照或者生活照，再打上文字，长辈图就能轻松上手，而且马上就可以跟好友分享。而这样的课程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堂，也难怪长辈图总是让人收不完。接下来，张佩雅新北市报道。